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奇怪，方才那声音怎的好似在哪里听到过？算了，不想了，还是先去找萧思志交还礼服要紧。属下参见思志大人。是你？怎么，昨儿交给你的事都已完成了？属下幸不辱命，请思志大人检查。我给你一日时间，原是严苛了。若要禀司职大人，实不相瞒，图谱是司仪大人给予属下的。既然司仪给了你图谱，因何呵斥处又不按图谱修补？莫非是想蒙混过关，糊弄本司职？司职大人，请听属好，我便给你机会。若不能给本司职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此次大人容禀，属下以为针线之事，此一绣面有几，因此属下斗胆将呵斥。懂得随机应变，不因循守旧。既如此，擅改图谱一事。这幅清鹤团云图经你修补，竟比从前更鲜活了三分，尤其在鹤羽的处理上，一根丝线竟叫你分成了十二分之一。属下斗胆，这一心思其实是参考了司职大人的作品。哦，何出此言？司职大人群角这一处绿竹林下，乍望去并无特别，可若仔细观摩，便知每片竹叶均以墨绿丝绵分成四十八分之一绣制而成。如此巧夺天工之际，如有机会，属下实在想向司职大人好好讨教讨教。你不过见我一面，竟能观察如此仔细，很好。这是司职房的令牌，你且配上。往后你便是司职房的人了，切记要用心做事，修艺当先修心。是，属下谨遵司职大人提点。这几日会有家宴，司职房许多礼服都有待修补，
你去找长日若雪，告诉他将君后那件如意流云宅衣取来与你修。君后的礼服？怎么没信心？不不不，属下遵命，多谢司职大人的信任。见过若雪姐姐。哎，你是新来的，来取哪位夫人的礼服？属下奉萧四志之命前来取君后的如意流云宅衣修护。哼，莫非想蒙骗于我？往年君后的礼服司志大人可都是亲自修护的，你可莫想要冒领。剑斩归途，寂寞花间愁断肠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我方才从外头回来，路上听说谢贵人他被指害长春殿的韩婕妤落水了。孩儿害人落水，这怎么可能？内廷之争宝物，使用藏宝。
点将谱上无遗录，再将离情与君诉。大胆推敲，小心求证，其痕未见，犹可疑处。霜红雪冷，齐天回命，剑无声。逆剑斩归途，大恩中还，花落了。逆剑斩归途，何时方能云开月明啊？逆剑斩归途，逆剑斩归途。一夫当关，妹妹，万夫莫开。我们终能歇息了。Thank you.
小姐，我听闻王城中即将举行时装秀大赛了呢。时装秀大赛，参赛之人可有何限制？凡持有数件时装者均可参与，正巧小主新制了衣裳，前去参赛定能艳压群芳。十八拍兮曲虽终，享有余兮思无穷。我总是活在别人的对话里。小姐，您的手。不要紧，梅仙，你是在何处听到这些话的？整个上服局线下都传遍了，我一听到就立马回来告诉小姐了。此事大意不得，走，随我去找童若姑姑打听清楚。不知姑姑
可曾听说长春殿主位韩洁玉溺水一事？大人问这些做什么？此为实不相瞒，那长春殿的谢贵人与我是表亲姐妹，我偶听的传言称她与此事有关，信中将此事君上与君后已经介入彻查，听说谢贵人目下被禁足在长春偏殿。什么？禁足？若谢贵人清白无辜，自然不会有所牵连。如今上福局事务繁忙，大人又被委以重任，还请多谢姑姑提醒。同若姑姑也如此说，看来孩儿遭遇牵连一事定是不假了。孩儿天真善良，怎可能做出伤害他人之事，如今却惨遭禁足，不知要哭成什么样了。都怪我，昨儿要是得空去瞧瞧他，许还能帮他留意三分。如今这怎么能怪小姐呢？谁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啊。在这里我是孩儿唯一的亲人了，若我袖手旁观如何没心，我一定要想法子查清真相救孩儿出来。